放大 HRV， 要更换的项目是 Harvest， 前方避震系统，我的上座橡皮、强化橡皮，以及后方避震系统的 washer， 再来就是这个 VTTR 性能进化版的前挡鳞片，前方避震器它的橡皮首先先将上部的17号螺母来做拆开，然后下侧用辅助工具顶住再将这个利亚枪的上侧将它拆开在车子顶高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馒头可以来做更换。上半部拆下的分别就是这个橡皮上盖以及花丝螺母待会就要将避震器的部分来做降低橡皮由下方来做取下。2.0 本体。好，再来增设的部分就是 KC 的节气门电宽片，我们现在已经将机器箱的部分已经做拆开看到节气门将这四颗螺丝待会要拆下要让它别在气管以及节气门的之间。现在我们节气门已经来做拆开看到这个气管它有橡皮所以我们等一下待会安装的方向就是直接垫上去再做锁合恢复。好，另外节气门的部分就是看脏污程度如果适当需要做清洁就用电子节气门的清洁剂来做擦拭就可以了。再来就是后侧避震器上座它的滑丝垫片我们也已经换装完毕这是大小的比较